要怎么下去呢？哦，当当哈，成功了 ，we did it。依依，你可以爬这个下来吗？爬这个下来。对啊，这也是一个挑战啊。对，要反过来。哦，这有一点难哦。哇，可是不是这样啊。脚要放在外面，然后要里面，这个很难耶，哦，要抓紧。哇，你的脚没有踩到。那我又踩很远的。踩一格一格就可以了，还没有下来。哦哦哦哦哦，依依慢慢的，可以吗？妈妈，我在这里。依依，那里不行踩。你要抓树叶做什么？成功了 ，we did it。哦，你不要摘它嘛，不然你还要扫树叶哦。嗯。嗯，好高哦！哎，可以这样吗？这样太高了，你踩不到啊。不行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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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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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对，三个点拉，你要三个点要抓紧，好、哦，才拉一个点才可以松开。哦，两只手抓紧，哈、哦，另外一只脚才可以移动。对，两只手抓紧，然后一只脚踩好，一只脚移动。哦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他怎么爬的？从另外一边爬。那边哦。对啊。耶、yeah ！啊，你怎么溜这样子啊？这样怎么溜啊？这样又不好溜。